有乜事话同我自己？我系惭愧，小卒日日到人，但无法自导。啊好啦，我系咪有选啦？但我睇新闻地话你同幕后拍拖系咪真的？但我听连登讲你同幕前拍拖系咪真嘅？拍拖系咪真嘅？OK， 大家好，我是家聪啊，今天有什么做呢？哎，sorry， 哎，再好一点，哎，不好意思，差点忘记了你。斑，你的气焰就是这么串的，你气焰。不讲。OK， 一个来的嘛。OK， 哎，今天我们有什么做呢？今天就要来到同一只 game 就诛仙，咁啊做一个配音，咁同埋要拍少少嘢。呢条片咧就是记录我哋今次同诛仙合作的片段啦。咁当然不止今日嘅，咁其实第日咧仲会同埋红仔头啦，即系佢哋啦 ，FH Production 佢哋啦，一起玩综艺咁样。有啊有。就會記錄低咁樣，所以就係咁樣。我未試過幫啲遊戲配音喎。你未試過嘛？未試過。你仲記得你曾經係好妒忌我幫到遊戲配音嘛？有啊！今日你終於如願以償。Oh my god！ 會好難噶嘛？係咪啊？唔係 OK 嘅。但係你要代入咯，你個人。嚇！即係你要代入到嗰只 game 咯。我 OK 啊。你點代入你會？我會用啲方法演技咯。例如咧？可能了解我角色啊，然之後知道佢嘅性格啊，然之後就開始盡量。去嘗試找一些環境係可以逼到我的狀態係入到佢嗰度咯。想我幫你？A lot of boring math later. Okay, cut.點樣扣嘅？OK， 係啦，咁啊就係咁啦。大家睇片啦，嚟啦！有今日得九句啫，系啊，有三個角色，三分別係咩啊？咁咧，分別三個都係和尚嚟噶，有一隻好妖嘅和尚啦，有一隻好正經嘅和尚啦，同埋即係三隻和尚咧都係有唔同嘅。我嗰邊會有相啦，同埋我喺嗰邊街住你，可能把聲會即係和尚放題咁啊嘛？係啊係啊，三個光頭啊，阿任真，哦，OK， 任真，任真，之後依個就係靚啊，靚真嗰啲靚。OK， 任真啲靚。係啊，依個真係霍哥之後會 cosplay 啊，因為其實幾似好撚似。係啊，係嘛？似。好啊，即係依個先啦，好嘛？好。人生本來就有業障，點樣度化？個成個通都好，但係咧，啱啱一開始喺人生嗰度咧，個虛咗啊。OK。即係入嗰陣時咧，入埋個世咁樣。OK。人生來就有業障，點樣度化？镇妖除魔杀就得啦，要慈悲嚟做咩？方丈师兄太过妇人之仁。我想好细个妖啲。第一个系妖嘅 ，cam cam 地咁样话。OK， 小真狗戒，戒贪真痴欲，戒酒色财气，仲有一戒唔讲得。哦，仲有一戒唔讲得咁样。OK， 小真狗戒。戒贪真痴欲，戒酒色财气，仲有一戒唔讲得。世间安得两全法，不负如来不负卿。小僧呢个皮囊，就算点精致，都唔及师叔十之一二。正收货，最后一个咁快，哇，发到史上最快喎！哇，好彩好咗心我今日。你都系讲十九句啊？哦，好啊。佢成世人就講三句嘢啊！呢個你想咩感覺啊？呢個？依個係啲靚咯，係咪弱啲嘅氣勢嘅啫？哦，係咪呢個？係啊，但係佢好人嚟㗎，好噶。哦，講起慚愧，小僧日日度人，但無法自導。有乜事話再？哇！再青啲啊！咩叫青啲啊？即係後生啲，靚仔啲。哦，青啲。講起慚愧。青力啊！我一聽就變成 cam 噶咯，係咯，可能你把聲太過，你個人老啊，你個人老啊，音樂真人，我人咯，我哋個講起慚愧啊，小僧嘅有道人，但無法知道，啊，施主有咩困惑？我中意 Eton 噶，多謝，我哋間接 ban 咗你，聽到啊？哦 ，OK， 講起慚愧，小僧日日道人，但無法知道。啊好啊，我系米奇老鼠啊！我话先，我试下，我尝试揾下嗰个位先。讲起惭愧，一高就去呢个位。嗱，其实我如果最 best 嘅可以同好啲教嗰啲高嘅，我都得啊，都得喎。我把声可以轻啲嘅，我好难做啲好沧桑嗰啲。
咁我即係我攞號第一個啦嘛。係啊。夜晚只係我天下，嘻嘻嘻。嗰次。夜晚只係我天下，嘻嘻嘻。福公子，我驚同啱啱妖真差唔多。似係啦。妖公子。你有第二個版本啊？夜晚只系我天下，嘿嘿嘿！我真系只米奇老鼠哥嚟。夜晚只系我嘅天下，嘿嘿嘿！搞啊！呢个咯，又可以满足你，又满足我啊！好啊！我要啊，米奇老鼠嘅。夜晚只系我嘅天下，嘿嘿嘿！好嘛？我可以话呢个 character。好啊！佢打打机抽到呢角色，跟住喊出嚟。你话想抽到角色嘅啫？咩料啊，大佬？嗯。你的血液闻起嚟好香甜，刀刃有乜嘢作用？恐惧先至系最好嘅武器。武器。唔够啦，用咗气啊！一次一次，一次。刀刃有乜嘢作用？恐惧先至系最好嘅武器。Oh my god！ Oh my god！ 历时十分钟啫喎。好，睇你啦，睇个傻河 gap 啦。喜欢痛苦的快感就来找我啦！你系咪叫老师啊？喜欢痛苦的快感就嚟揾我啦！呢个你睇下边个有个腰有腰啊？呢个应该系正经啲嘅，正气啲嘅。哦，正气啲嘅。喜欢痛苦的快感就嚟揾我啦！只差几分钟啫，佢就做咗姐姐。喂，咩意思？阿文，呢个系真系咁样噶，高达。即系我真系有个姐姐。是不是妈不是不是双胞胎啊哦只差了几分钟啫只是差了几分钟啫你没乱来啊你没乱来啊我就说以小僧睇嚟想寻解脱之法最重要就是睇开两个字。收工。哦 ，OK。收工。哦 ，OK。呜。你觉得有乜地方可以优胜过加聪啊？我谂呢个真系，其实睇个样同埋睇身形，应该明眼人都知道我系比佢有天分，比佢优胜啦嘛。但我睇新闻地，加聪好似喺呢方面优胜过你。佢识做新闻。那些新聞是不是自己做出來的？我叫做做不過我給不夠錢所以錯了方向但我看新聞地說你和幕後拍拖是不是真的但我聽連登說你和幕前拍拖是不是真的我聽連登說你和幕前拍拖是不是真的咁我听讲你又系同幕前幕后都要晒咁，又系咪真嘅咧？我争啲呷醋啊！点解冇一个平台讲我嘅？有，我今晚帮你讲。啊，唔使。我今晚都再都唔使。呢个啊？我都系啊。吓，你边个啊？呢个。接住。OK， 依家就錄完啦，咁拍完嘢啦，咁就準備收工，暫時收工啦。咁跟住咧就第日咧就會去拍翻嗰個綜藝嘅，咁都係關於夢幻新珠仙嘅遊戲嘅。咁啊，一間見。
OK OK， 咁嚟到第二日啦，咁今日咧我哋就拍微辣嘅遊戲王啊，一個綜藝咁樣，咁就都影啲花絮俾大家睇睇嘅，就係、是、咁樣。Okay. 我著呢、這個，但係點解要著呢個嘅？咁咪人之盡人之，所以想著得輕啲咯。但係要多嘅，我想講輕啲，或者粉唔到輕粉啲啦。哦 ，OK。要白哥係著咁淺色嘅衫啊！我對上一次著呢啲就係、是、想同豪啲扮孖寶兄弟嗰次。我記得，一度唔係我嘅咪啊，唔係我嘅。我今日專登著到全黑，諗住望落去型啲瘦啲。結果佢準備咗呢套嘢俾我。正，呢條點樣著㗎？就咁。係啊係啊係啊！哇！收你個頭咯！真係打。為生活我可以忍。你諗過啲 sell 咁襯你啊？冇諗過，佢都唔襯我。你唔好再嘗試說服我啦。我可以摸住絲巾佢啊！好似有啲夾喎，絲巾。可以。嚇！嚇！嗰條絲巾，成身都夾。嗰條絲巾鬼事啊！你唔好要一個人孭曬喎。我想講咧，大家嗰啲衫咧係咁樣。我係一五。我著到上個大表弟咁樣。其實件衫可能正常，係你著落去唔正常。咁你係大表哥。大表哥。喺度咯。都正常啊。都正常咩？咁冇問題啦。我冇講過，好似逆服癖嗰啲咯。咁我哋介紹我哋微辣 crossover FX production 嘅最佳最新嘅熒幕上嘅追上啦。哇！好擔待，掌聲有請男仔頭加錯。OK OK， 負責哦，嚟嗰個三二一，三二 ，OK， 我嚟啦 ，OK， 嘉盈，嘉盈，嘉盈，哦唔係 ，OK， 三二一 ，OK， 係啦，成啦，咁今日片咧就到呢度啦，咁大家記得啦，夢幻新珠線啦，咁嚟緊就會上線噶啦，咁記得去 Google Play Store 同埋 App Store 預約定啦，咁到時我哋咁多位把聲啦，聲音導航陪住你遊樂，喂，声音导航陪住你游历成个梦幻世界。哦耶！就系咁啦，记得佢啦，再见，拜拜。